吵闹的声音，无聊的剧情，一段感情渐渐变卦，事到如今我才知影，是不是爱到无命不知惊，抓开伤痕才知痛。春天的花在飞，我听到恁的热情给恁感谢。Muchas gracias， 我相信有爱一定会赢。哎呦，帅帅帅帅！哎呦，哇，我们这个舞台第一次迎来这样子的风格，第一次哎，对呀，嘻哈老师歌手，欢迎欢迎欢迎你来。听接到这个通告的时候，有什么想象吗？就很紧张，因为我。其实我唱饶舌没有那么会唱歌，你哪功啊？你魔王呢？还行啊，还可以。你现在创作吧，是用台语为主，对不对？对。对。所以坦白讲了，就是可能在音乐性的这个部分呢，不是在他整首歌的主要旋律，对不对？哈，但是他接受了我们这个任务，我们还是要对你非常的这个感谢，对不对？哈。啊，你跟我了解到你的对手。有我回去我看一下这个小片段，嗯，啊，卢卡卢金丢我的金切掉，规矩卖瓜，天就卖瓜，切掉安尼哦 ，OK 哈，啊，且饶舌歌曲那个文字的掌握跟那个押韵也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哈，还有那个节奏，没有错。那你今天要用什么歌曲来这个作为第一回合的魔王担当呢？这个王世贤的《爱嘎不明唔知惊》。哇，期待哦！你在 KTV 有唱过这首吗？哦，这个是我这个 KTV 必点歌曲，哦，想说拿个这个 man 歌来看看有没有机会，然后 man 歌啊！你知道这个很重要的是，因为他马上要发行新专辑了，所以如果这关可以过呢，他就有打歌的机会啊！我的行功力的新专辑好了啦，新专辑应该是没你了，然后我会跟我。另外一个朋友，我们变一个双人组这样，然后一起出一张。哦，好，专辑名称有了吗？哎，先不要讲。好， okay， 到时候大家再关注一下。OK， 好，好，那么所以他的歌曲已经确定了哈，那个阿婷的歌曲也已经确定了。好，让我来正式宣布，第20关魔王车轮战正式开打。
谢谢 Aquaman。 接下来林雅婷带来的歌曲是《第九怪》啊。带着家人鼓励的阿婷奥，能不能率先获得第一胜？一个爱，想要一个温暖体贴的心，伴我去云游四海，谁人是？迄个世界运气上好的人，才会当予你甲我来熟悉，得到我的爱。我看到幸福快乐满世界，春天的花在飞，我听到饮的热情给你感谢 Muchas gracias。 我相信有爱一定会赢，我相信幸福就是满满的感谢，我敬重你的心，你的爱交予我。温暖体贴的心，伴我去云游四海，谁人是？迄个世界运气上好的人，才会当予你甲我来熟悉，得到我的爱，得到我的爱，爱爱爱爱，哦，我的爱，得到我。金鸟，哇，我们第一次也有这样的，这个算是饶舌歌手，对不对？对、哦、Aquaman 呢，我们来请荒山亮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啊，你是风，我是水，对你中真是死，爱到无命，看人年轻气力，放尽分寸，你的机器就是这样。哎，这很难得嘞，对不对？请到我们这个大嘻哈的冠军，嗯，好，然后。这个跨界来这边支持我们，感谢你啦，阿夸妹。好啊，头前唱了其实无差呢，因为前面我觉得唱的部分你也有很 man 的地方。然后通常以嘻哈来讲哦，我觉得节奏最重要啊，所以说他对节奏的掌握其实是很有自己的一套的，不是乱唱的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好，当然有点小紧张，我没有感受到，对。第一首啦，哈，因为第一首第一站一定是大家都很紧绷啦，哈，所以这个还是要给你很感谢，好。然后那个雅婷老师，你也在紧张对不对？很紧张。紧张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不是来赢过任何人的，你今天的我们20关呢，就是你要慢慢的静下来，然后你要去感受一下，你要。怎么样让自己蜕变成一个真正的歌手？你唯一要赢过的就是你自己，你要把你自己稳住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比你会唱的人太多了，你不可能赢过每一个人，你一定要赢过你自己。好，然后你要把自己现在这个当下把自己稳下来，接下来的后面的几首歌，你不要再去管说魔王多厉害多，你会不会赢他或怎么样？你把你自己稳下来，你把这稳稳的这几首歌唱完。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歌手，好不好？抱着这个心情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大家都加油 ，peace。OK， 谢谢老师。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阿宽妹，我觉得你真的，你这种的歌声要来唱安尼台语歌很困难。那我也会啊，像亮哥讲，嘿，你是风，我是水，嘿，对你中，嘿，我就是嘿。啊，较无命嘿，要管人什么人情义理哈，放了手不管做你的，嘿嘿，义理哎，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？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态度。我一直咧讲的就讲，这个舞台顶每一个歌手要有一个态度，每一首歌的态度呈现出来的，我就会觉得说哇，无一百分嘛有九十分。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个榜样，谢谢您来哦，真的很感恩。那阿婷，你要很感谢，
很感谢这样子的歌手，这样子的歌型，让你又跨界的了解到说，哎，可能我未来也可以尝试这样的东西。谢谢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好 ，Aquaman， 谢谢你今天让我们也见识到这样子的歌里面加了 rap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。这首歌又是这么好听的歌，这么有名的歌曲哈，我们重新的去认识了这首歌，谢谢你。阿婷啊，很紧张，有些歌手可能会因为紧张，可能就说哦，停一下，我重新再来一次。这个部分当然在这样的比赛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，而且你可以稳定把它唱完，把这首歌唱下来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表现其实已经算是很好了，就这样。小师。